各位忠实观众，大家好，我们是亨达投顾研究团队，今天是2018年12月27号礼拜四，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盘中影音。那台股最近上下做震荡，跟最近的天气非常像。那我这边提醒投资朋友，就是注意健康，最近的流感跟感冒非常严重。那老师这边的一个喉咙状况呢，其实也痛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们今天的影音会快速性简短的跟大家去做报告。那昨天影音跟投资朋友报告，台股投资人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原因在于美国股市大涨大跌嘛。那今天的台股的一个解读呢，我们跟大家报告，目前市场上的环境，在参与投资的人现在就是这六个字，又短又贪又怕。美国股市昨天大涨了1000点，今天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赶快买股票，怕赚不到赶快买，但是今天的一个很多的股票的行情呢，其实是开高走低的。所以你看指数大涨最主要是在于期权的轧空，我们待会筹码面跟大家报告。那投资朋友，我们在昨天影片也跟大家报告，很多人现在会利用一些软体辅助自己的操作。那我们跟大家报告，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你有了策略但是会缺乏纪律嘛，包括盘中的部分你要如何去实战，这是大家会遇到的问题。你买了软体当天到底适不适合买股票，还是当天适合低接，还是先卖一趟，这个操作的部分都跟实战经验跟盘中的一个导航是很有大的关系的。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昨天盘中导航数据告诉我们，昨天的一个买盘是比前一天缩，而且卖盘是做增加，代表有卖压，而且量是缩的，这代表昨天其实是没有追加的买盘，所以昨天的一个很多股票跟今天一样都呈现开高走低。所以你要如何在股市里面实战，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3035的智元，昨天开盘没多久请会员朋友去做获利了结的动作，什么时候买的？25号10点02分给大家对时对价，请会员朋友定41.8以下去做低阶买进，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有在这价格以下，会员朋友可以顺利成交。节目上12月25号礼拜二我们也有跟大家做预告，当天符合讯号可以买股的股票就是3035的智元，所以在26号卖掉的call讯在这个地方，早上9点08分我请会员朋友15.3以上全数获利入袋。那价格的部分在一两分钟时间都有在价格以上，但是呢在21分我们再补发了一通，请会员朋友试驾就可以做出场的动作了。因为有些会员朋友可能会犹豫到底要不要出，这些股票都有顺利去做出场的动作。那今天的操作实战呢，投资朋友，今天很多人又贪又怕，怕赚不到钱赶快进去买股票，但是呢投资朋友，今天开盘之后数据怎么样会员朋友会知道，因为今天的卖盘是比较高的，有出量但是卖盘比较高。那我告诉会员这个地方，接下来就是台股的一个长假，接下来元旦假期这两天都会有投资朋友想要卖股退场的一个需求，需要资金嘛，所以卖压比较高，今天的操作一样其实是不适合去追加股票的，以大多数的大数法则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3533的嘉泽今天早上冲高，你又贪又怕又短，那好像快攻涨停追进去，最后收盘呢是跌下来，很多股票今天都低于开盘价以上。所以我这边不断的给投资朋友一个观念，股市操作是比谁气长，你只要能够每天减少犯错，这长期下来差多少。所以你有选股软体，今天嘉泽一早很多人都一定会告诉你选股软体翻多了，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当天卖压高不高，是不是需要透过盘中的一个导航系统以及老师的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如何去克服贪婪跟恐惧才是你决胜的关键。嘉泽的部分在这一天有翻多的讯号，我告诉会员朋友在这里趋势现在多方在这里第一天出现买讯，你可以买的地方在这里，后续的涨上来节目上也都有跟大家预告，隔天24号有跟大家去做报告在这个地方的嘉泽。所以其实你在今天追进去股价创新高一定都会有卖压，尤其在今天盘中导航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你可以填表来体验什么是系统化有依据的选股，那加上操作部分你必须要透过盘中数据导航了解当天适合一个买卖时机。如果说你想要翻转散户追高杀低的命运，你可以在靠影片下方这地方有箭头点选这里，下面会有申请表的连结，
这个连结点选进去之后，右边的申请表单，你只要帮我们正确做填写，送出资料之后，服务人员跟你电话联系，开通权限给你，那你就可以体验今天的影音。这集影音里面我们讲到投资朋友关心的环球金跟技嘉主机板的相关股票。那我们这边也要给投资朋友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操作股票你要赚大钱，基本面产业面的选股一定是摆在前面，你选出产业向上的公司，再搭配软体的辅助操作，你才能够进出有据。那操作的部分跟趋势环境很重要，这跟操作的经验跟实战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个行情呢，你不能用一套策略完全这样做，因为现在的环境就是又短又攀又怕的一个行情，大家都做很短，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操作你确实也只能够短线。所以你哪些股票基本面向上，那你操作上面你要知道支撑压力，讯号翻多第一时间你去买都会有价差。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的观念。比如说245的全新，25号节目告诉你当天资金流入 LED 光元件，假设你要当冲，那你当天去做全新攻上涨停板嘛。那节目上我们也告诉大家，资金往低基期走，但是只适合做短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本面向下，这都是节目上告诉你的。全新的部分隔天开高爆量就见高点，那你知道昨天的数据怎么样，我们也告诉你了嘛。你有看节目，至少你昨天不会追全新吧，至少你也可能先卖一趟嘛。那爆了大量之后的黑 K 棒一半还没有站上去，这公司基本面还没完全改善，所以这公司可能就是只能够短线的交易。国巨的部分也是一样，今天有呈现上涨，涨了 2.23%， 但是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今天假设你有盘中导航数据告诉你卖压很高，你开盘会去追国巨吗？开盘是328块钱，收盘是321块钱，基本上价差就亏了7块，含手续费基本上一张几乎是赔了接近8000块钱左右。所以这一来一往差多少，所以资讯费真的不要省。那你看我节目的忠实观众，我们在12月3号的节目告诉大家国巨跟华新科当时涨停板我怎么告诉你的，隔天其实你有机会可以去做去做一个调整股票的动作，这一来一往又差了多少钱。那环球金的部分今天攻上了涨停板，那但是为什么它有本质攻涨停？因为最近真的跌很深，真的跌很深。那讯号来讲的话，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它整个趋势线来讲，它目前还没有翻多，今天涨停板它也还没有翻多。那你要特别去注意它的信用筹码，其实是有比较严重套牢的情形，所以这些股票短线上都只能够视为反弹，弹上去今天也来到压力线了，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那筹码面的部分跟大家做追踪，这个融资的使用率非常高，那今天进出的券商最主要来自于美林，这都是做隔日冲的，所以隔天开高投资朋友你要特别的注意。那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 LINE 的好朋友，每周提供给你信用筹码余率名单，那你可以利用 LINE 的 ID 搜寻小老鼠 HNTEC 或者是扫码这个标签，那传送贴图才算加入好友完成哦。那最新的信用筹码余率名单我们放在 LINE 的主页上面，邀请投资朋友可以来做一个观看。神盾是最新的强势股，那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这个地方高基期的股票你要非常小心。昨天的节目已经在节目上跟大家做预告了，如果美股做止稳，高基期的股票容易出现补跌，你要非常的小心。那神盾的部分我们在13号的 YouTube 告诉大家你不要去追，因为12号当天有符合买进讯号，但是目前环境是适合做短。14号节目告诉你小股本的公司福祸相伴，获利数字在这一天13号影音都有告诉你，你自己去算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到228就涨不动，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做提醒，今天转线的讯号有翻空，趋势线来讲的话有翻落，所以要跟大家报告这个地方的成本线其实这两三天都有在这边震荡做跌破，讯号转落的话你要特别小心一个补跌，所以持有投资朋友特别注意。那如果说你喜欢影片，欢迎在 YouTube 上面点选订阅我频道，订阅之后记得点选闹钟，那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你帮我按赞按分享，那帮助你的周遭的投资朋友。快速性帮大家追踪一下盘后的期权筹码，选择选水位今天是做下降的，那目前在1以上仍然是偏多格局，空单特定法人快速性做回补，那目前是进多单，那自然的一个自然人的交易的部分空单是被嘎的。
那在节目上25号告诉大家 S&P500 的跌幅满足测量哦，1:1已经到了，那在这里继续性下跌哦，已经靠近 1.618， 所以这地方的美股随时容易出现大反弹。那今天你也看到了，涨了1000点，那这时候是大涨大跌的，所以操作策略其实难度很高，你很容易被多空双杀。那重点是你要找有本质的股票，策略拟定也要非常的清楚。这是今天的盘中的 S&P500， 在录影之前 S&P500 也是呈现大跌的，所以大涨大跌我告诉会员，美股的这根中长红当然有作为止稳有帮助，但是两三天来讲能不能再继续守住低点，开始走足底阶段，那你再进场也不迟。所以我这边要跟投资朋友报告，你在股市操作你一定要有系统，你有系统还不够，盘中如何做交易导航的部分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说你是我会员，我们将会交给你完整的操盘系统，你如何选股，透过我们方式协助你选股，以及盘中的一个导航的部分提醒你，解明清楚，你会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这样来讲的话，长期胜率你能够提高。那25号节目跟大家预告在前面的，买讯为二的股票智源跟泰博，26号两档的股票都呈现上涨，这个部分你都可以做验证，这是系统的选股。那当天不适合买股票，所以智源做出场，我们跟大家报告。那台股的行情怎么看呢？龙狮水位在地板上，这个看法没有变，11月20号节目告诉大家的，最近的龙狮没什么增加，昨天龙狮还做减少，所以停损卖压在这个地方，都有出来，那在这个节前的卖压的部分也还是持续的，但是1月份看反弹的看法是不变的，这是20号就已经跟大家报告的。所以邀请投资朋友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电脑大数据，选股，有依据，老师帮大家过滤基本面，选择出口袋名单的股票，这些股票再透过盘中的系统出现程式的买进讯号，再去做买进，基本上胜率可以再做一个大大的提高。一个月前11月18号整理给会员朋友，我们领先市场，这些股票后面表现都非常的不错，但是如果你是追在高点的，相对上就比较辛苦了，所以资讯落后你容易追高杀低。那农历年前的这个短期的专案，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做把握，我们专有专人清代协助你，调整手边的持股，以及盘中讯号第一时间通知你，专人通知大家。那这边祝福投资朋友，操作顺利。那我们前进大趋势会员专属服，这些，持股用筹码软体做追踪，盘中符合股票提供给会员，简讯通知做进出，邀请你来电洽询服务。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感谢您的收看，谢谢。